Welcome everyone， 尊敬的嘉宾，各位好友，新年好！我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欢聚一堂，这是何等的好缘分啊！大家都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理应颐养天年，享受天伦之乐了。放眼世界，在飞速变换，我们天天玩手机，随手拍些视频，还经常准备参加联欢晚会表演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就进入了视频时代。我们无需见校招生，也无需到社会招聘老师。一个视频技术学院自动出现了，大家的视频新作像雨后春笋，精彩纷呈，一群视听艺术影视化达人脱颖而出。我们沿袭视频技术，刷新美好生活。我们心有憧憬，矢志追求，脚踏实地，云端梦圆。今天我们毕业了，我热烈祝贺大家前程似锦，永远幸福、健康、快乐。